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婚姻观，一六四官道连接到口湖、水南甲北港三乡镇，是重要的东西向的道路。因为车愈来愈多了，县政府举行着动土的典礼，把这条路来拓宽。等完工了后，婚姻观的交通网络将会更加完善。官道一六四线往西接待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往东接省道一九线，会使讲是县内连接口湖、水南、北港东西向的重要道路。不过到今又是跨十二公尺，而且阁是双向的道路。宽的话，可以让我们连接到北港区的重要交通网路，然后也可以带动北港区的地方发展。昆林县政府规划要来拓宽这条路，争取交通部新外宽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。中央和县府的自备款总共开6亿1815万。第一期的工程是来拓宽金湖到北港的路段，总下晡举办动土典礼。未来这条路会变作跨24公尺、双向四线的路啊，希望给大家更加好的环境。一六四线是我们北港区三个乡镇主要的联络道路。为了拓宽路啊，不少在地乡亲嘛拢来到三江。县长张丽生嘛真感谢大家。接下来会再来做第二期接西滨61线路段，提升交通量能。我们大概有7户的这些我们的乡亲哦他们呢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第二期工程，我们期待继续争取中央的经费，让我们能够顺利延伸到61线哦。等待工程完成了后，县内的交通网络会更加完善。